因为是我们完全选举制度之后的第一次选举，将会呢选出为香港利益、会解决问题、不会做外国代理人、会符合香港整体长远发展利益的议员进行重大。有我们的选票产生出来的立法会，将会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立法会，将会是既监察政府，但是也会跟政府的良性互动、互相合作，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的立法会，对我们香港长远的发展，一国两制下的成功落实是非常大的意义。所以我是再次呼吁所有的选民，今天呢出来投票。